你对自己此次在《我的真朋友》中塑造的邵鹏程满意吗？挺满意的。二，剧中邵鹏程被程真真吐槽眼睛小，你自己喜欢自己的单眼皮吗？非常喜欢。三，你的皮肤那么好，有女艺人向你取经怎么护肤吗？哎，有很多。谁？啊，很多。你 baby 秘密他们都问过啊，我就不告诉他们。你说他们没有你好吗？不是，他们可能觉得我比他们还好。哦，这个回答不错。如果你妈妈和戏中的薛珍珠的角色一样，你能接受吗？不太能接受。如果你碰到，你会怎么处理这样的婆媳关系？这我真没经验，我没经验，我这东西，对，我是真不知道。这个问题太难了。对，这不适合我这样。但是总要碰到，万一碰到。不是，首先我妈不是个那样。这是个假设的问题。假设的话，我觉得。这怎么处理啊？这我真不知道，这我真没经验。我就等我到时候如果我要碰上了，我再告诉你们。好的呢。接下来一个问题，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，你会像邵鹏程那样逗她，或者是怼她吗？我不太会，因为我不生活中我不是邵鹏程，我不是那样的。接下来，那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，你会如何表白呢？就直接说呗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喜欢你。哇，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。对，刚拍下来了吧？最后再请你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《我的真朋友》。我觉得这部戏啊，就是从每个演员到导演，真的是我自己能知道，就是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努力，因为这部戏其实挺难的，又要有我们自己的这条线，然后又要有结合很多的现实的一些事情，要把它结合起来。其实这对于一部在40多集的一部作品里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，然后和非常，因为你要一环扣一环，不能出差错，所以我们也很尽力的把这部戏做到我们觉得我们的最好。对，当然我知道一定还是有欠缺的，但是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为了我们这一份的努力，请关注《我的真朋友》。谢谢邓伦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邓伦，多多支持浙江卫视中国台的《我的真朋友》。